我们在玩鹦鹉的时候，突然发现鹦鹉咬毛掉毛还特别的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了，可能它身上有虫子，如果不及时防止，生出一大批虫子来侵袭了啃咬羽毛，传播病菌很强。我们玩手上也有很多病菌，尤其家里有孩子的，必要要注意的事情。解决的办法只能用这款喷喷，一般3天消除，方便又安全，给大家挂在左下角。